青年哥跟这个美女，时间到了要提醒我。只有十分钟啊，家人们，只有十分钟啊，只有十分钟啊，来，我要把握好机会，只有十分钟啊，加油啊！来，有请青年哥全屏打一波，有请青年哥，有请青年哥，欢迎全屏打一波欢迎，两边直播间全屏扣一波欢迎青年哥。是的，是的，谢谢大家啊。青年哥，你先来，好吧？我先，你先啊。来，大家先给掌声，掌声响起来！哇！你今天为我们两个大姑娘，我跪你命！嘿，贵州的姑娘真漂亮嘞，哎，真漂亮，害我今年动心肠嘞，哎，袅袅落。今天阿哥知道你呀，恐怕要去的做婆娘嘞。迷魂汤嘞，哎，迷魂汤，害得我阿哥好彷徨嘞，哎，不彷徨，害我唱歌不会唱啊，电视也想你好老唱嘞，哎，你家三个是唱得好呀，三个还是你会唱嘞，哎，你家三个唱得好，哎，我娘同台把歌唱嘞，哎，娘娘我，你说光早就看上了，是吧？家人们好听扣一波，谢谢大家关注一下。阿哥实话对你讲呢，哎，听你说，早就对你动心肠嘞，哎，不得了，我想把你留广西呀，留在广西我装箱嘞，哎，要把我留在广西呀，你除非他晓得啊，晓得他叫花心流啊，他叫花心流啊，对，不要理他啊。前两天他说他喜欢我，他让我留在这里啊。嘿，阿牛是个花心哥嘞，哦，花心流，他跟阿妹的不适合嘞，哎，说缘由，阿妹你要就跟我呀，阿宝你过上的好生活嘞，哎，要是我来跟着你呀，你的在了金鸡林嘞，哎，金鸡林，一年四季的冷清清嘞，哎，冷清清，从来没有美女伴啊，晚上只能数星星嘞，哎，既然你家这么说呀，阿妹我也听得清嘞，
那你找对了，找对了，就找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就是广西的有钱男啊？对，嘿，广西就是我家乡嘞。哎，你家乡？广西大坝有情郎嘞。哎，有情郎。我也实话对你讲呀，就是缺少小情娘嘞。是水手。嘿，我是贵州的一枝花嘞，嘿一枝花，年年刚满18嘞，嘿一枝花，来到柳州沧桑过呀，就想找个好婆家嘞，嘿来到柳州沧桑过呀，只为找个好婆家嘞。哦，你来广西就想找个婆家是吧？对，沧桑都不是目的，目的是找个婆家。是吗？对，是的。嘿，你是贵州的一枝花嘞。哎，一枝花。我是广西的刘德华嘞。哎，刘德华。我们两人最般配呀，最好我俩的共一家嘞。哎，你说我俩最般配呀，像个阿妹过一家嘞。36岁，你说我大？哎呦，人家才18嘛，你说大不大嘛？嘿，你讲我大，我不服嘞。哎，你不服啊？我今年才是36嘞。哎，36啊？如果阿妹嫁给我呀，还有大把好前途嘞。哎，要是我俩成一家呀，还有大。怎么疼你啊？对，哦，我想要找个真心的，就要好好疼爱我，然后我看能不能让我留下来。嘿。